这里是嘉义布袋白水湖南面的一个滞洪池，从61号快速道路下来，就在南下方向的路旁。池中有一个长形的小岛，我都叫它黑皮岛，因为岛上经常有100-200只的黑面琵鹭与大批的鸬鹚及水鸭。这个黑皮岛距离路边有点远，应该在200米以上。早上逆光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，尤其是黑面琵鹭长出繁殖羽时，金黄色的长发闪亮出无限的美。它们每天站的位置不同，晨昏色彩也不同，构建出不同的美感。早上10点以后，热扰流非常严重。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它们常会飞到对面的黑皮澡堂去洗澡，转换一个场景又是一番惊喜。在黑皮岛上，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休息。有一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在黑皮岛附近看到了小群黑面琵鹭，距离很近，约50米左右，在晨光下感觉影像质感很好，令人兴奋。2只黑面琵鹭在水中相互俚语，真美。其中一只开始觅食了，平静的水面映着黑面琵鹭的倒影，我已经词穷了。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它。
接近傍晚时分，黑皮岛的黑面琵鹭开始活跃起来。水边来了几只黑面琵鹭，打算出去觅食，并不是要飞出去的黑面琵鹭都会先下到水边，有些直接从岛上起飞。一群一群的陆续外出觅食，这就是黑皮岛黑面琵鹭的一天。3月12号上午9点，黑面琵鹭突然起飞，它们好像受到惊吓，但是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也没有看到猛禽飞过。起飞后有一大群向北边飞去，应该是要北返了。另外一群绕了一圈，飞落在旁边的鱼纹。这次起飞奇怪的现象，我觉得因为是这个黑皮岛长形，中间又有遮挡，因此一边的黑面琵鹭要北返，另一边并不知情，因而惊飞。那天以后，黑面琵鹭的数量就减少了，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什么黑面琵鹭了。今年我第一次拍这个点，期待下次再相会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。谢谢，下次再见。